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来收看比赛。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博乒网为您直播的国员杯2023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我是本次的解说顾星宇。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解说嘉宾王博来给大家打声招呼。好，大家好，我是乒乓球运动员王博。那么这一场我们将给您带来的是上海地产的许昕对阵的是辽宁的徐海东。那么这两位运动员您有什么一些了解呢？因为当时在2020的全锦赛上好像您也和许昕有过交手。对的，是的，对他们我都跟他们打过比赛，可能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哈。因为他们俩在现在的中国乒坛可以说是直板的很有一个代表性的运动员。许海东呢现在应该是属于中间力量吧，是吧？对，对，中间力量现在也是刚刚兴起的直板小将。对的，是的。然后刚才看了一下今天的比赛，今天许昕进入状态非常的快，因为许昕现在也是属于半退役的状态哈，就是他没有进国家队在训练了，但是国内的比赛也在参加。对的，对的，他还是参加一些像中国的这个乒超，他还是在参加。你从这一场来看，你觉得两位运动员谁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胜率更大一些？胜率在全国比赛来讲，谁也不敢说保证谁可以赢谁，因为之前有著名运动员讲过，拿完奥运冠军以后呢，下一个目标是准备拿全国冠军，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全国冠军或者说全国赛有多难打。是的。那么现在第一局的是徐海东拿到的局点。哦，是。他们两个运动员，他们的身高都很高。徐海东这名运动员，他应该说喜欢中远台，他喜欢正反手，比较均衡。是的。像许昕的话，可能更多的会。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徐海东率先发球。好球，这个球拧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好，直接拧到徐海东的这个中间，因为徐海东这个个子比较高，两边的这个照顾能力比较强，所以说中间相对来说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对。哦。而且他的打法可能不像许昕，许昕在这个侧身位哈也能保护得到，然后在这个正手位呢也能扑正手，但徐海东呢可能正反面的能力相对均衡，所以他的站位会更靠中间一些。对的，对的，他是比较均衡的。你看徐海东又拧起来了，徐海东其实接发球很偏向于拧起来，拧起来以后呢给你实施上旋，到中远台的时候他可以两面拉着你。是的。反手拧起来，哦，这球是徐海东塞了一个正手位的大脚，是，还是一个落点上的调动。其实许昕这个球拧的应该是很好的，只是说下一板他没有连起来。对，其实是一个有点机会的，对于许昕来说。这个球又接高了，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地方没有处理得特别好。是的，因为是到了这个。这个决赛这个阶段了，就是说稍微接到有点接触高球，或者是接的不没有很高的质量就很难了。对。那么许昕在第二局当中啊现在也是1-5落后，他还是需要尽快的去改变一下现状，因为现在打的时候没有进入他的那个状态。对。其实相比许昕能赢下比赛，我更希望能看到他那个极具创造力的左手。对的，是的，他当时也说过那么一句话，就是我的左手可能不是最有实力的，但是一定是最有创造力的。是，网上都说他是人民艺术家嘛。对。好球，这就是他的能力。对啊，那个球可能并不是说最合位，但是他需要他的调整，靠他的手感，
靠他的调节，对，而且拉出很高质量的球。我扛住。其实要是换做就是当时还没退役的许昕，这个球肯定是有的。对的，是的。但感觉这个半退役状态以后啊，许昕的这个身体能力啊，的确好像不如从前。是因为他这个打法特别需要这个身体能力。对，好球。所以说这就是年轻的运动员，他手熟啊，对不对？他出手都很快很坚决，这个直线拉得很快，虽然说力量不大，但速度很快。对，这个是徐海东有点着急了，他想一板去拧死人家。其实这个球像刚才一样，他在拧一个直线也应该是个好球。对，就可能质量没有必要要求那么高，对，但是把这个落点拧出来，跟那种高手就是这样，你有一个无谓失误，下一个球就被人算住了。目前场上的比分是7-5，徐海东暂时领先。这就是无谓失误，对，是不是？其实这球应该是在徐海东的能力范围内的。对，是。有些无谓失误就是有时候会心理的这个因素会更大一些，因为他想我要拉质量低一点会被反拉。是的。哦，徐海东直接是偷了一个极长。对，他这个变得好。其实这种比例是不是在五个球当中一个定一个长球？这个要看现场的这个情况。如果你要是发短球一直赢的话，就没有必要去变，对不对？如果你要感觉发短球实在没有办法了，被对方都控制得很好的，这个时候必须要有长球牵制对方。对，还是从节奏上去改变一下。对的。这就是手上的活啊，是吧？对，摆短完了以后再加一个爆跳。这个是许昕手上的球，他的惯用常用套路。是，这个球徐海东已经失误两个了。对，这个球感觉他好像感觉这个球给的挺转，但实际上拉的时候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旋转，还一把给拉飞了，就没有刚才那么出手那么坚决了。对，给到中间。许昕还是要注意连续啊，这个球许昕还是会慢了一些。对，至少是跟前几年这个前几年这个球可能又侧身爆冲他了，现在还是会慢一些。所以说乒乓球还是需要练的。是的。现在徐海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哦，这球是发球擦网。好球，这球还是领了一个落点。其实徐海东更多的应该是加强一下自己的落点，不用着急非要说做一些这个质量。对，没有必要一板打死。对对，是。那么第二局比分是11-8，徐海东2-0领先于许昕。你觉得在下局当中啊，许昕会去怎么样去做调节？因为目前在场上的现状哈，徐海东还是把控着。
这球有点可惜了，许昕已经算到了。对，提前已经做了侧身的准备了，但是就是步伐差了半步。嗯，他能再调整一下的话，这球基本上就打中了。对，哎呀，扛住了，还有防住，哇，连续漂亮。但是不得不说啊，许昕虽然没在国家队训练了，但是还现在还依然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对，这就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个防，刚才防了你几板啊？这个就是练的少了，这个手上的感觉差了点，对，差了一点。好球，又一个挑打。对，这个挑打已经赢了两分了。所以说，徐海东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如果他不去拧，他只是摆的话，摆高了就会被挑死了。对。因为徐海东的打法呢，还是将球形成上旋，对，偏实力型的。其实许昕还是想从前三板打起，控住台内短球去找机会。是的。还是想从第一板开始啊，把针对球形成上旋，和许昕去打一个相持。是的，因为许昕的下旋开始的话，还是许昕占优势，所以说他轻易的就要停球打上旋。哇，这个球不应该，其实还是上旋。
许昕已经挑了第三个得分了。哎，挑起来以后就这个是许昕的球，他最喜欢打这个套路。这一局许昕有很强的机会，现在还手握两个球的球，哎，可惜这个太可惜了，看起来要挑死了。这有点太急了，是的，要想拧死他这一下。这球其实是故意发给徐海东去拧的，因为发到正手位的话，我要从反手位打到正手位去拧，这个球的质量必定不会在你反手位站定了那么高的质量。对的，还是想守第二吧。哇，形成相持对拉，漂亮。这个才是许昕啊，全台正手，对，这是他喜欢打的球啊。只是看前两局没有打出来这种对拉呀，这种相持远台的球。是的，现在是许昕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得住。许昕是防了一个回头，那么第三局的比分是11-8，许昕把比分扳回一局。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哇，好球！这球是一板冷板啊。是啊。来看一下这回放，许昕防了一板之后，给到了徐海东的反手位。那徐海东根本就没有退台一步，全是在近台。哎呀，这个球可惜了。这球要是再能再快一点，这球就有了。对。现在海东他根本不退台了，是吧？我就在前台给你打速度。是的。其实许昕这种打法一旦被别人限制，别人站在近台去贴防的话，其实是很难受的。对，就当时好像许昕是和张本智和打了一场。对，张本智和的当时的一个打法也是比较靠近近台。是的，中近台的打法。嗯，所以张本智和最害怕许昕那种打法，跑到远台跟他可以练产生对拉，对，能跟他周旋。对对对。
现在许昕也是要了一个暂停，可能也是想缓一缓场上的一个节奏，对，打乱一下徐海东的这个节奏，因为这两个球徐海东还是比较积极的，而且速度很快。是的，其实一旦让小将打顺了，这球就很难打。对，现在许昕开始变化了，对，之前一直发着徐海东的正短，现在变了一个反手这种半出台的球，对，扰乱一下对方。哇，漂亮，形成相持，扛住。还是年轻，对，是吧？但徐海东侧了这么大，还是能回去，对，然后还可以继续给你拉，对，而且他的动作基本上属于变形的状态了，还能继续给你拉，对，这就是身体的能力，对对。刚说完又来一个，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年轻运动员如果他打疯了，这个状态好的时候，他什么球都可以打得出来。对。目前比分1-5。哎，这个太远了，退得太远了。其实这个球徐海东拧的质量并不高，对，只是拧的旋转强一些。徐海东的发球，这个球接的质量太低了。是的，就可能还是想控制台内。对，第四局1-9的比分啊，现在徐海东是拿到了赛点。这球感觉徐海东也是心理上有些变化了，在这个那么大的比分差距下，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紧凑，对，他想简单的快一点把这比赛结束，对，形成对拉，哇，漂亮，不得不说直板的世界第一正手，但现在目前为止依然有他的影子。对的，是的。徐海东叫个暂停，对，要缓一下。可能当时想到10-2的一个比分，应该是稳稳拿下了。对。但是自己松掉以后，发现许昕又追上来了。
啊，随着许昕的最后一板挑打失误，最后的比分也是11-5，那么徐海东是3-1战胜了许昕。虽然许昕这一场是败了。